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雄日常。哇，好久没有出现了这个小的麦克风，还记得呢？上一次出现这个麦克风的时候呢，是 call in 给观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居然还被当成是诈骗集团。对，哎，好，那昨天呢，我有在 FB 贴了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会在 Goodnight 这个软体上呢跟你们聊天。对。现在呢，就是聊天的时刻到了。那如果没人打给我的话呢，就有点尴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启这个软体啊。其实蛮恐怖的呢。你们到底是怎么跟陌生人讲话的？恐怖哎，好多人哦，已经很多人打过来了哎。我看一下哦，这是23岁的香港的观众，我不会讲香港话哎，我先接看看。喂，没有回是怎样？下一位观众，嗨，你为什么要当 YouTuber？ 为什么要当 YouTuber？ 一开始是兴趣啊，好玩啊，好玩就拍啊，拍了有人看就继续拍这样子。那你今天的影片会不会是战斗陀螺啊？快结束了啦，今天 po 完之后就差不多告一段落，因为最近比较迷啊。你是哪里人啊？台中哦，台中哦，台中现在好吗？现在台风有影响到吗？没有下雨哦，没有下雨是。台南也很好哎，但是下午好像就不太好了，要注意安全哎。内门那边风会很大吗？不会啊，台南无风无雨啊，非常好。好啦，那先这样啦，我要接下一位观众了，有缘再见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嗨。你有看到我？对，就是我。哦，原来就是你。就是我，原来是我们的管理员啊，非常辛苦。潇潇，你要跟他讲话吗？你有个小粉丝原本说要跟你讲话，但是他有点害羞。哦，你那边还好吗？有台风有没有影响？我们家天花板塌了。真的假的？OK 吗？太震撼的消息了吧？塌了，可是还好啦，就是现在在修它。所以你们家现在是漏水的状态吗？是漏水是还好，可是就是看起来很吓人啊。时间到了，刚刚那个好像时间到了就自动关掉了。好，那没办法了，只好再接下一位了。喂喂，你好，英雄。嘿嘿嘿，我是你的观众。好 OK， 你是哪里人？我是金门人。金门哦，哇，超远的。那你这边想过来金门？有啊，我有打算要去耶。对啊，到时候你要带我玩啊，还是怎样？好啊。啊，金门那边现在台风有影响到吗？喂。喂喂。不，这位观众又去了。好，下一位。英雄安安。喂，安安，吃饱没？还没。还没啊，跟我一样哎，我也还没吃。你那边是哪里？永康啊。哦，永康哦，哇，自己人哎。我想问你，你国小是读武王啊？哦，武王，对啊，武王啊，你也是武王吗？对啊，我是你学弟。这么巧，你国小六年级的老师是谁？搞不好我认识啊。陈美玲啊。啊，哇，那我不认识。啊，你国中嘞？国中啊，我国中有读两所哎，你是读哪一所？啊，时间又到了，你们的猫罐头太少了，我没办法听完你们整句话。下一位，嗨，哎，嗨 ，hello。竟然中了。吃饱了吗？尝试了大概10分钟左右吧，竟然真的接通了。是啊，吃饱了吗？刚刚吃了2片酥饼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两片就够了吗？差不多了，等一下我出去。哇，好哎，台风注意安全哎，你那里是哪里？我是新北。哦，新北哦，新北现在好像蛮严重的，是吗？我是感觉不出来，然后就在我房间，所以没有窗户。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该怎么说呢？我曾经在英雄的一部影片里面看到英雄穿 One Ok Rock 的 T 恤，所以我想问英雄喜欢 One Ok Rock 吗？哦，当然啊，我有买他的专辑哎，但是都没有给你们看哎，我自己收藏的。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，大概是去年1月左右被朋友推坑的。本来想去演唱会，但是没有办法啊。真的呢，我那个时候也是想要去哦。讲到这个，我就有点。我时间又到了，刚才断掉了。
我实在是搞不懂哎，它是这个软体的关系吗？对啊。哦，它有猫罐头限制是不是？嘿，三分钟。他刚讲到哪里啊？国小老师啊。哦，好，那不是重点啊。你说国中是不是？国中。你读哪间？大桥。哦，大桥啊，哇，大桥是我一开始读的啊。是啊。对啊，但是后来跟老师吵架，我就转学了。我之前有看过你耶。啊，真的假的啊？在那个看过你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个完蛋，这个我要消音了。你在录影哦？对啊，我今天的影片啊。哦，所以你今天在上传哦。这个应该是后天上传吧，明后天。哦，好。对对对。好 ，OK OK， 好，拜拜。居然上班的时候被认出来，哇，那你们在？刚刚他自己断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对对、啊。你刚刚讲到哪里啊？我也忘了。讲到演唱会哦。啊，对啊。刚刚 K-pop 演唱会。对对对对。那时候英雄也要去抢票吗？我那时候是没有买到票啊，抢不到。我知道消息的时候票已经没了。哇，好快啊！我记得好像听我朋友说，好像是瞬间就没了。对，瞬间那个抢票系统还宕机的样子，所以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而且我朋友超幸运的，他原本是在比较中间的位置，后来演唱会把他整个推到最前面，让他整个就是等于在接触到那个。对啊，超爽的，变 VIP 耶！而且还接到了那主唱的喊。哦，这个就有点耳。所以你本身有在玩乐团吗？我没有玩乐团啦，但我喜欢听音乐。哦，听音乐啦，纯粹欣赏的。那台湾的咧？台湾的团呢？台湾团吧，五月天就最喜欢的。哦，都是朋友推我的，我朋友推我都会去听。嗯，那我推荐你那个喜欢啥？那个 Sagan no Owari 那个也不错，台湾的有一个叫灭火器的也不错。英雄懂的音乐真的不少、啊，就随便听而已。我妈就叫我了，我就先这样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喂，对 ，Hello。哦，终于接到我的电话，我等了好久。我终于吗？你排多久了？我从1:10开始打。哦呦，你等了20分钟嘞。哦，OK， 那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想问就是你在日本玩的开心？哦，日本啊，很好啊！我现在福冈我已经完全了若指掌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之前去那个跟鱼缸他们去日本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他说，你看你跟其他人都有互动，可是怎么就看你跟蔡沙哦没有聊天到？因为我们其实你知道吗？我是第一次跟他们见面的、啊，那因为第一次见面的关系，所以都不太熟嘛。然后我发现他蔡渣的个性就是比较沉默寡言，他就是跟他们自己人会比较放得开这样子。哦，难怪。对对对对，是的。啊，你那边是哪里？美浓。美浓哦，很近哎。那你那边还 OK 吧？因为跟我们这边差不多。对啊，差不多就毛毛雨。毛毛雨嘛，哦 ，OK， 晚上要小心哎。嗯，是啊，晚上台风就要来。对啊。那英雄你也要小心啊。OK， 好，那先这样子啦，我要接下一位观众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嗨。嗨。你是英雄吗？对，我是英雄。哇，幸运哦。你在干嘛？滑手机。滑手机哦，现在台风天也只能滑手机，对不对？可我们这里没事哎。我们这里没事哎，你那里是哪里？彰化。哦，彰化哦，彰化的话啊，彰化可能要晚上的时候才会比较感受到。以后还会再拍战斗陀螺吗？战斗陀螺会啊，会出新的，我觉得一直拍啊，一直拍下去。你有在玩啊？有啊。有很强的吗？神力圣剑啊，那个宇宙天马。哦，那你有去改装它吗？没有哎。没有，用原装这样打对不对？没有，陪我玩。那先这样子喽，我接下一位观众喽。拜拜拜。好，下一位。嗨，你好。你是哪里人？台南人啊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哇，你现在讲话会有电子音哎，机器人好酷、哦。可能是网络不好。那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南投。哦，南投哦，南投那边现在还 OK 吧？台风。还 OK。那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我刚刚有跟你聊天哎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南投那个。难怪、啊。我说你们是兄妹吗？就是表兄妹。哦，表兄妹啊，哇，两个都是观众吗？对啊，我是你粉丝。哇，忠实粉丝哎，哇，好感动。
欸、还有一个表弟也是你的粉丝、啊、真的假的那我真的要找一天去南投找你们一下啦。好好好，到时候给你带路。好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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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应该先这样，应该先这样啦哈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嗨 ，Hello， 你那边还 OK 吧？还 OK。你那边是哪里啊？台南。台南啊，哦，那我大概知道了。吃饱了吗？正在吃哦，吃什么？推荐一下啊。是那个日式便当。日式便当哪一间啊？银座。哦，哇，吃这么好，哇！你这样我就有点嫉妒了，因为我现在可能只能吃泡面而已。那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应该没有，那个我怎么会想要当 YouTube？ 好像大家想不到问题就会问这个。哇，时间到了，哇！结果什么屁都没讲到就没了。好了，今天呢大概就到这边了。那台风天呢，这个时机点跟你们聊天呢，确认一下。台湾各地的观众都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好，那这个软体呢叫做 Good Night 哦，下载放在下方说明栏。那我可能会不定时就是在线上跟你们哈拉聊天拉塞一下。对，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那我们就老样子交给你们了 ，See you。